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田字格中文学院。深受大家喜欢的小小故事又开始了。今天我们要讲一讲意思这个词在汉语中的各种含义。The connotations of this word, 意思。意思这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，尤其是有很多暗含的意思 ,implied meaning。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意思，那真的就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，或者是想要什么。下面呢，我们通过一段对话来了解一下意思的不同的含义。在这个对话里边，一个人叫阿呆啊，看他的名字，这个呆就是 dumb 傻呆呆的。给他的领导 leader 啊送红包时，两人的对话颇有意思。领导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阿呆说：“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意思意思。”领导说：“你这就不够意思了。”阿呆说：“小意思，小意思。”领导说：“你这个人真有意思。”阿呆说：“其实也没别的意思。”领导说：“那我就不好意思了。”阿呆说：“是我不好意思。”领导说：“你肯定有什么意思。”阿呆说：“真的没什么意思。”领导说：“既然没什么意思，那你是什么意思？”阿呆说：“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。”那么到底这些意思都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我们一起具体的来分析一下。阿呆给领导送红包时，两人的对话颇有意思。这个有意思呢，就是非常简单的代表的 interesting 啊，their conversations are very interesting and amusing。领导说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当领导看到红包的时候，他问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这里的这个意思，它表示的是一种 intention or purpose。就是说，你给我送红包，你想干什么呀？阿呆说：“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意思意思。”那么这个意思还是代表的 intention 或者 purpose， 就是说，哎，我给你送红包，我也不想干什么，就是意思意思。这里的意思意思，通常呢要重复两遍。它代表的就是给对方要送礼，或者是送钱、送红包。所以这句话就是说，啊，我没打算干什么，就是想给你送点礼。领导说，你这就不够意思了。这个不够意思通常代表的是 doesn't make sense。也就是说，领导看到那个红包觉得不够多，他觉得这个钱不够多，红包不够大。那么阿呆听了之后说：“啊，小意思，小意思。”这里的小意思就相当于 "it's a small case"， 就是说啊，没关系，我会给你一个更大的红包啊，送红包是 small case。那么领导听懂了，他说：“哦，你这个人真有意思。”当我们在说一个人真有意思的时候，就是说呢，他在赞扬他，说：“你这个人真懂事，你明白了我的意思，你明白了我想说什么，想要什么。”这是在赞扬他。
阿呆说，其实也没别的意思。在中文里，如果你越是说没有，越是代表相反的，你真的想有一些事情。那么没别的意思，这里呢，就是说想让领导帮他的忙， do somebody a favor。 比如说他希望领导能照顾他呀，给他一些方便啊，有机会让他提升，或者是给他一些个更多的利益 benefits。 领导说，那我就不好意思了。当别人给你送礼，你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就是说你要接受一个礼物啊， accepting a gift。 但是呢，又没有那么直接的表示。阿呆说，哦，是我不好意思。当对方接受了你的礼物，不让对方感到很没面子，你这个时候就要说，是我不好意思，代表我给你一个礼物。那么领导接受了别人的礼物或者钱，那就要给别人办一些事情，所以就想问，到底你想干什么？所以领导说，你肯定有什么意思。对啊，你肯定是想做什么的，那你的目的，你想让我干什么呢？阿呆说，真的没有什么意思。这里同样表示的是我有什么打算目的。同样的是，你越是说没有这个打算，越是表示你真的有事要请他帮忙。所以领导继续问，既然没什么意思，那你是什么意思？阿呆说，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意思意思。好的，对话我们讲完了。那你知道阿呆给领导意思意思送礼物的意思真实目的是什么吗？对，他就是通过送礼物送红包，想让领导照顾他，给他提供方便。好的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订阅田字格中文，不要错过更多优选故事，学习超级实用地道的中文。谢谢，再见。